各位同学好，欢迎各位同学来收看商务谈判第十讲：沟通管道与期限的重要性。今天我们很高兴能够邀请到讲座教授陈明德老师。各位同学好，欢迎收看商业谈判第十讲：沟通管道与期限的重要性。谢谢各位同学。 本讲次的重点：一、谈判沟通管道的重要；二、谈判时多重沟通管道的必要性；三、谈判期限的重要；四、期限的合理性与有效性。现在我们请。 陈老师来提示一下，我想沟通管道啊，的期限性呢、啊、非常重要啊。任何谈判的沟通管道呢，如果很顺畅的话，则谈判一定是会很顺利的。因为不管是要威胁或利诱，透过沟通管道来传达是必要的啊。就像中国对台湾若有不满意的地方，他就会透过美国。 来传达给台湾当局，不但效果好，而且又可以保留挥洒琢磨的空间。当谈判复杂的事物时，我们还可以考虑开辟多重的沟通管道，在不同的管道里放入不同的信息，这样不但沟通管道不会因为超载而无法发挥功能。 同时，也可以灵活运用，不会因为一条管道卡住，而使整个谈判沟通陷入了停顿。现在我举例美国的例子，来给大家哎更清楚。美国它对这个邦交国和非邦交国有开辟。 三条不同的管道，比如说，在一九七二年，他和美中国建交的时候，他对于台湾，因为台湾那个时候已经啊建交之后势必会有断交，那断交了以后，可是美国仍然想要和台湾维持啊经济、文化和贸易的这个关系，所以。 美国这样就有分了、啊，分这个邦交国和非邦交国的沟通管道不一样。他和邦交国当然是透过正常的管道，就大使馆或领事馆。那和台湾呢，他在台湾就成立一个 AIT，在台协会，就是美国在台协会来负责啊，负责台湾和美国仍然要维持这个经贸以以及文化的这个关系。第二呢？ 他有开辟一条管道，就是由国务院的负责每一个区域的主管，以台湾来讲是属于亚太地区，他就特别开破开辟一条管道，由亚太国务院亚太地区的助理国务卿豪尔布鲁克，哎，那时候是豪尔布鲁克，然后就来负责军售台湾啊。 军售台湾完全要透过这条管道。如果中国对美国能来军售台湾、欸，有疑虑的话，或是感到不满，他可以透过这条管道来处理。第三条，美国当时的国家安全顾问，这是很有名的一个人啊，就是布里新斯基。<對>欸、布里新斯基呢，他完全负责负责。 与各邦交国进行美国，对那个世界大进行这个美国对全世界这些国家，比如说伊拉克啊，还有这个北韩的核武问题啊，伊朗拥有的核武问题，还有这个恐怖攻击，美国到处啊马不停蹄的去和各个国家来做协调斡旋谈判。 如果你有感到不满意，中国如果感到不满意，也可以透过这一条管道對来来申诉、哎。对，没错，嗯、来申诉。可是这条管道特别要告诉中国以及所有的邦交国，我们美国不管他哪一个国家在做斡旋、在调停，美国的利益永远和邦交国的利益是互相平行的，请你不必有疑虑啊。好，那我们在。 来谈到多元化的沟通管道是谈判双方互动的新契机。嗯，没错啊。所以，我们现在举一个案例来分享。好，陈教授。好，我举一个政府呢，如何在解决垃色焚化炉的问题上，建立多元的沟通管道为例来应用。第一个呢？ 政府采取弹性的政策，在公共政策上，决策者要选用世界的政策工具，才能上其示。政府除采取诱因型政策工具外，学习型的政策工具呢，可以促使民众对焚化炉的了解，避免安全的恐惧。 多利用沟通对谈的柔性政策工具，以代替说明劝导；为防止体制外的非理性肢体行动，则可适当的应用强制性的政策工具，比如动用公权力。二、加强建立政府与民众的沟通管道，建立政府与民众有效的。 多重沟通的管道，包括：一、多利用大众传播媒体进行政策的先导；二、成立沟通网络中心；三、以基层首长为核心进行地毯式的拜访沟通；第四，采取循环式的沟通，扩大。 沟通管道，加速问题解决的速度。第五，多举办民众的意见反映，了解民众的心理倾向。三，配合民众的回馈需求，回馈措施应以民众实质需求为考量，以获取民众的认同。 目前呢，回馈措施作业规定中，除当地居民迫切需要之公共措施外，我们应该针对提升当地生活品质需要之建设，包括各种软体福利的补助措施，譬如说健康检查，譬如说健康保险福利补助等。 第四呢，加强民众对风险认知的沟通，提升公共工程的品质，加强监督措施。除完善规划外，建造时候更应该严控品质，改善已发现的缺失，避免呢二次公害，并开放长期。 欢迎民众来参观，以减少民众的疑虑。那么营运以后呢，公害监督委员会委员会呢，应发挥它的功能，以防止发生公害。如果发生了公害，则应马上停止焚化炉的运转，迅速处理，以妥善的赔偿。 以增加民众的信心。除了这些这个案例以外了邱老师你，你你应该很清楚哈、啊。我们政府之间跟对岸之间，我们有很多案例。邱老师，你来举一个例。我现在来举我们这个台北的松山机场，对，和上海的虹桥机场指挥的这个例子。原来这个上海的浦东机场，嗯。 那这个是很有意思的一个、嗯、一个事情。当开始营运之后，他们中国大陆他规定，只能够给外国人使用，它 <哇 S 1> 是国际机场，對對對所以台商要来回上海，只能一定要回到虹桥。虹桥，只能坐虹桥机场。是国内的，国内国内，因为你到浦东是国际机场啊，他不承认我们是国际啊。對對對 然后就营运了一年之后，台上都没有办法从这个浦东出出入，出入只能在虹桥，只能在虹桥。嗯，对，没错。那虹桥又没有直航啊。对，虹桥要从香港通过香港回到台湾，然后台湾从香港到虹桥，这多麻烦啊！等于没有直航嘛。对，啊，那可是浦东它营运了一年之后，他发现，哎呦，生意一落千丈啊。对，没错啊，嗯。 各行各业都很很惨呐，房地产的趴在那边呐，那那些瘫痪呐，那些商店呐、啊、都很惨、啊，主要没有人呐、啊，没有人潮啊。他终于想通了，还是台湾人重要啊，台湾太重要了，台商对大陆实在太重要了他終於。他终于他很快很有执行力，马上开会，马上说 OK，从九月开始，格林的九月就开始了，啊，就一人指示一人而已哦，就开始说浦东机场。 也可以供台商来回两岸之用。那原来只能够用虹桥，可是虹桥是间接没有支行，啊，那浦东，台商有时候不到浦东啊，他发现呢、啊，到浦东去的都是科技人才或金融人才，可是传统产业也会到上海啊，对，但传统产业都不到浦东，都到虹桥比较多啊，那比较多的话，那怎么办呢、啊？ 科技人才也有到虹桥了啊！虹桥对台商和上海的往来是非常重要，虹桥机场。所以利用利用郝龙斌郝市长，利用上海的韩市长韩正韩正哎来台北访问的时候，因为他要求哎希望能够台湾能够在二零一零年上海世博会，台湾能够参加。对。 哇，郝龙斌就发动了，发动这个企业界啊，来建设台湾馆。那、啊、郭台铭很慷慨，就捐三亿啊，啊、嗯，嗯、有了资金就可以成型了嘛。嗯、那韩市长一听到台北要参加，哇，高兴的不得了。所以在他和郝市长在互相在诶，在一般这个这个场合在。 在沟通沟通的时候，嘿、欸，對在走路啦、啊、散步啦、啊、怎么聊天啦、啊，都聊到说，那干脆我们一聊永易。如果二零一零年啊，哦嗯、上海世博会，我们台商能够直接从虹桥机场进去的话，嗯、啊，从虹桥回来的话，那不是更方便吗？嗯、所以这样一谈就成功了，这是一个非正式的沟通管道。其实啊，邱老师，你应该你应该要要让同学了解啊。嗯 如果以两岸呐各自的国家法来讲，我们的宪法来讲，两岸本来就不能分国外，对不对？这个最近台湾也发生一些事情，就他们两个就很聪明，我不用国家单位的正式，就是用政府与政府之间的谈判。他们两个是用来来访的，车上啦，轿车上啦，走路啦，散步啦，吃饭啦。 他们现在谈成一个政策，谈到一个非常重要的政策。对，所以郝龙斌市长跟韩正市长啊，就是虹桥机场、浦东机场这个案例啊，嗯、同学应该知道，有的时候不能完全看正式的沟通管道，<對>非正式的沟通管道<對>可以成就大事，反而成就大事比正式的更重要。對,重要对，没错，嗯。所以我们那个以前的国安会秘书长舒启先生，他不是讲过吗？嗯、台湾和大陆之间。 非正式的沟通管道有二十几条啊,啊！对啊，这是、啊啊、他讲的话，啊啊啊、不是我讲，对不对？对对所以非正式的沟通管道反而成就了很多重要的大事。没错。好，那接下来我们请陈教授再来讲一下电话谈判的重要沟通管道有三项的要点啊，第一呢，不要落于被动；第二呢，通话时间不要太长。 最重要的，要懂得全程录音。第三，谈判之后，一定，要做档案，以利追查。当然了，嗯、现在资讯那么发达，可以影视来通话是不是？视讯、啊，视讯通话。但是你还是要录哦，录、啊、音视讯还是要全部都全程要。对对，要全程录。嗯，过电话的这个沟通管道，是听得到看不到。我们一般来讲。 沟通管道大概有三条沟通管道。第一条，面对面，面对面就是听得到、看得到。对。第二条就是听得到、看不到，就是电话。第三条呢，是听不到也看不到，就写信嘛。写信。这效果可能会比较差一点。可是电话的沟通管道蛮好用的，因为虽然有时候它的缺点是，你如果是被动的话。 接说话的话，那就等于被动。人家会用攻其不备的这个奇袭的这个策略，啊，当你都没有防备的时候，突然讲出一个事情要和你这个谈，结果你措措手不及。措手。那措手不及没有关系，你可以找个理由，找个借口，等一下再回话给他。对，回话给他。最好的一个好处。这个就是一种应对技巧、啊。是，不不然你马上答应，你就惨了。对。 对与不对不知道，哎<对>，我等一下再跟你回，我先接一个很重要的东电话，或是我们刚好那个洗澡水刚好，对对对对对啊、刚好人家来，把、啊、我烧开水了，哎，关一下，哎哎哎哎哎、这个是一个一个沟通啊，要怎么去中间呢、啊？去临时、嗯、争取自己时间啊。可是刚才讲到电话的沟通管道有一个最大的好处，当要谈到很重要的决定的时候，或是很重要的事项。 很难启齿，面对面真的有时候见面三分情、啊、要拒绝他真的说不出来，那在电话里面可以很委婉的，把他、啊、这个弹出来。我为什么让他很有面子？我为什么要帮你辞退？面对面不好意思啊，大家老同事啊。对对。我就电话中讲。对对对。反正隔一层嘛。对。比较好讲、啊。好，那接下来我们再举另外一个。 这个期限在谈判、商务谈判里面的重要性，对这个期限呢，其实来讲，没有一个谈判可以永无止境的进行下去，它一定是有时间的限制嘛啊，因此呢，期限也变成谈判实质结构的重要的一环啊。那么很多学者指出了哈，期限对谈判者会造成压力，迫使他说出心中。 真正的意向，而在以后的谈判中呢，不再虚张声势，期限也会使谈判者修订他所能接受的最低条件，因为这样有助于谈判协议的达成。最重要，我们期限在一般没有学过谈判的人都认为期限到了，那对方一定要依照。 我的意思<喂>来达成协议，不然的话，我也没有面子、啊對。对,對事实上，学过谈判的人就不会这样想。对，對對期限当然有这个功能，没有错，那是法定的期限，那是一定要遵守，任何人都要遵守。可是谈判的期限不像法定期限没有弹性對。对，谈判的期限是有弹性的，所以我们今天最重要就是要来和各位探讨谈判的期限的重要性。这个重要性在。 有期限，有有弹性，有弹性，和一般法定的期限没有弹性是不一样的。不一样，对。好，那我们再举一个简单的例子。每年的母亲节了哈，各大百货公司呢都有打折的活动，如前馆在母亲节前后天呢，他们共三天，他就会强调我前面打八折，这个也是让步的一种，但切记啊。 百货公司的打折促销活动呢，千万要师出有名，不可平常日也在打折，这样会造成什么样？消费者认为呢？价格你故意定得太高，你利润很好的感觉啊！更重要的是，不打折我就不来消费，这个称之为价格弹性疲劳。消费者如果认为这个嗯不打折就不来，嗯嗯、或是你价格定得太高再打折。嗯 有这个感觉的话，那这个生意就完了，就完了，哎，就完了，就是消失一大半了，对不对？<在>所以呢，现在有很多都是在等、哦。刚才这个例子呢，有有为什么在做促销、嗯哦？有的一个礼拜，有的前后三天而已，做、嗯、一个期限嘛。对对。我们做任何 promotion，如果营销协上应该大家都都很清楚，一定要有期限。比如说以前那个诶，《苹果日报》啊，《苹果日报》它刚出来的时候，一个苹果，它。 五块钱，为什么五块钱？它原来是十五块，<laughs> 对对对,對，原来是十五块，那就它一定会把原来原价十五块先打个叉，然后特价五块，五块，期限它一定要规定的、啊，对对对,對，因为你不可能永远卖五块嘛，对不对？那期限一年，那一年之后，它再回到十五块，不是涨到十五块哦，是回复到十五块，消费者的感觉就不一样了、哦，对，你消费者的感觉是这样，对那个产品。 一涨价他就不太高兴了，这个是销售量和价格一定成反比的嘛，对不对？所以你只是回到十五块啊，我原来是要卖十五块的，一年后我回到十五块，名正言顺啊。对，消费者不会反弹，也不会感觉不好。对，这是很重要的。好，我们接下来再来看期限和让步数目的这个关系在哪里。我们现在先秀一个图给各位同学看一下。 这个图的横坐标是时间，那纵坐标呢是让步的数目。这个大家看这个曲线啊，从开始谈判，然后在进行的时间当中，到了谈判的期限快要到了，让步的数目是开始增加了。所以这就是说，期限越靠近，让步的数目会越多。嗯、没错。好，接着接下来我们再看另外一个个案。 百分之九十九的谈判让步啊，其实都出现在最后百分之十的时间里，啊，面对时间的压力、啊，人们越容易对坚持的事物呢，做出妥协，因此越接近谈判尾声的让步呢，通常它的价值会越高。啊，谈判时呢，占优势的一方呢，应善用期限，创造压迫，以赢得胜利。 弱势的一方也有权提出反意见，这 counter proposal 也是用延长期限的应变呢，来破解对方期限的压力。一类是法律上的期限，另一类是自己创造的期限。法律上的期限就诚如邱老师刚刚谈到的，如政治的协商啦，国会啦，那政治协商好了，这法案要通过了，一定有一个。 会期的期那你躲也躲不掉啊！这种真实的期限。哎、至于自己创造的期限呢，则是商业谈判上最常用到的。好，那商业谈判的期限，<对>我们现在再来看下面啊这个例子好不好？嗯，针对自己身处类似遭遇对手施加的期限压迫的时候呢，我们应有下面两个环节的技巧。 做出对方勉强能接受的让步。例如，卖方有一件商品的售价是九百六十块，卖方希望让我六十块，就是卖九百块。对，那我要卖方让一百块，八百六。哎，顺势把球丢给对方，一一选择，你接受或者是不接受一百元的退让。哎，此时呢？ 对方所面临的就是长时间成本和机会成本的双重评估。卖方如果选择接受一百元的退让，尽管没达到让六十元的目的，但好处是速战速决，可把时间空出来做其他效益更高的事。对他可以还呃利用多余的时间空出来。 去和其他的客户来做，再争取第二批生意，第二批生意，对那第二批生意就越做就越越多了。不过邱老师，啊、你要记住哈，我记得你提示过了哈，啊、就是说在在杀价的时候啊，不能在人很多的地方杀。啊，当然，因为我们在讨价还价的时候，哦，观众越多，旁边的就是观众嘛。<對>那观众啊，包括谁呢？说不定你要和这个呃店员来差杀价。 那观众说，说不定有老板呢、啊，或是经理在旁边呢、啊。本来你这个价格啊，是可以可以接受的，店里可以接受。你要求的这个呃买价，他是可以接受，可以卖给你。可是他为什么坚持一定要高一点才要卖？原因就是因为老板在那边看，因为老板在那边看的话，他一定要表现给老板看我。我都我都帮我们公司哎，我欸、对我不是说为了。 为了为了业绩，然后，呃，呃，牺牲公司的利润，啊，来创造自己的业绩。我一定是有我有一套，啊，要讲给老板看，啊，老板这个不错，该坚持原则的时候还是有原则，啊，不然的话以后。 啊，每一个人来啊，都要和你一直刷价，那你哪里有那么多时间？那我不理你，没有什么意思啊。对，我随便找一个人来当电影就可以了。对对对对对的，随便找一个电影来就可以。你为什么要找你来？你就比他们好，行嘛。那第二个更重要的是，那旁边如果有客户的话，他说不定刚好买了比你现在讲的价格还高一点，还没走开，还在那边看其他东西，心情会不一样。哎，结果他偷偷的听到说，哎，啊你。 店年现在给他给我的价格怎么会？你卖我九百六，哎，对。那你为什么卖他八百？八百六，哎，那心情会不一样。哎，对。我想同学这样这样听就很清楚。卖我九百，啊，他卖他八百六，呃少的是，哎，多我多多拿四十块，对不对？那心情绝对是不好。对对。那说不定这个时候，哎，很重要，这以后生意就不就就不来和你做生意了。对。不来和你做家店，因为你不不诚实啊。哎，有我们的这个销售。 价格绝对不不能因人而异的，嗯、因不能因人而异。谈判的条件可以因人而异，<對>但是销售的价格不一样，對對對不能因對對對因人而异啊。对,對,對,對好，那像刚才他接受了，嗯、那个卖方接受了，好让一百块给你，嗯、那让一百块给你呢，他做出了勉强能够接受的这样的让步，让步，所以造成了什么？赢家少赢，输家。 也少输嘛少對對對、啊，对不对？双赢双赢，<贏>啊、所以对谈判中的弱势的一方是最好的结果。对，没错。<好>嗯、那我们来讲啊，美国他这个 U.S.T 啊，就是贸易谈判代表署，一年马不停蹄的和全世界有贸易的伙伴的国家来谈判。嗯、每一次和我们台湾谈判、啊，我们谈判，我们一堆好一堆媒体啊，机场就会这样讲啊。嗯 还没谈，他就先讲，哎、欸，啊，这时候要谈输了啦，未谈先输啊，<唱>这个心理很奇怪。唱衰自己啊，唱衰自己。唱衰我也不敢讲，说反正这很奇怪，未谈就先输的这个心态。谈判最要紧的是不要未谈先输，<對>坐上谈判桌就是要有信心，不能未谈先输啊，就把底牌先给他看，<對>那就早跟他谈什么，對,对不对？没错、啊。所以事实上，我们每一次对美国的谈判，也不是。 都会输啊，因为我们当然是抱着我们没有什么筹码，在贸易上的筹码差人家太多。我们要的是美国的市场那么大嘛，早期美国市场是全世界最大的嘛，在中国还没崛起之前嘛，对不对？我们要的是人家市场，对，所以说我们都是抱着好少输为赢的心态。人家就以己予求啊，事实上我们也没有输啊，我们输在哪里？我们反正赢了，我们赢在心理上的，因为每一次谈判之后。 都让台湾贸易自由化的脚步更往前迈进一步，那我们不是赢了吗？所以才有今天的这个局面嘛。啊，所以如果说我们没有和美国这一段的这个谈判，我们不能够没有办法去累积这样的能量，自由化贸易自由化脚步的能量。今天我们就这一章谈到这边，谢谢陈教授你的参与，谢谢各位同学，谢谢。